你的伤好了。应该感谢你的金丹。我失去了一粒金丹，没想到却救了你。慢着，特地请你帮个忙。你请说。给我一粒金丹。你要救谁？不劳多问。可惜我非问不可。你会失望的。我知道你是要救白秋霜。不错，我一定要救他。你为什么要救他？没有必要要告诉你。这样吗？那我更没有必要把金丹给你。小姐，你这样。要我的药，规矩是要本人来。三千斤。一滴血，我知道，但是白秋霜宁死也不会来。我宁死也不会给你金丹。我实在不愿意杀你，为了白姑娘，我只有杀了你来取金丹。想不到堂堂的一代大侠司马长风竟会为了一个女人而动刀杀人。少废话，金丹拿来。其实我也不想让白姑娘死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也跟你一样的喜欢他。哦，那你为什么不救他？只因先师定下的规矩不能违。难道就没有变通的办法？有，先师又重定了另一个规矩，那就是只有龙刀凤剑可以换取金丹一粒。金丹拿来。慢着，你后悔了？这把龙阳刀放在我这里啊，你肯用这把龙阳刀换我金丹一粒，这表示我的金丹比你的龙阳刀还珍贵，这就够了。谢了。承蒙诸位大驾光临枫林山庄，若有招待不周之处，尚请多多包涵。庄主客气。各位，我们来这里参加开河大会，并不是来做客的，请诸葛庄主不必如此客气。来者是客，
老夫岂能不尽地主之谊啊？哎，这么说，诸葛庄主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山珍海味了，哎，给我们大家大吃一顿呢，老夫打算三日后的正午时分举行开河大会，在这段期间，老请诸位安心在本庄住下，食宿皆已为诸位准备妥当了。庄主，枫林山庄是江南第一大庄，我等能在此住上三日，真乃是毕生难逢之幸啊。枫林山庄占地300亩，除了后庄是本庄禁地之外，诸位皆可任意走动。久闻枫林山庄的八凤戏龙枫叶图乃是江南四大奇景之一，各位应该趁此机会一饱眼福啊。哈哈哈哈，谢谢各位的抬举。刘总管，是，请你马上为各位贵宾安排住宿啊。是，诸位贵宾，我们这边走。谢谢。